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是2008年的元旦，我在此地祝福诸位新年快乐。往年我们遇到第一天，常常想到古大德的教诲。古人说，岁岁平安，年年如意。这个称赞都是讲的果必有因。那我们想得到这个好的果报，一定要修因。因就是佛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呢，年年如意。希望我们为佛弟子，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网络、在电视，我们大家一同共同来勉励，大家新年好。请继续看《华严经》，深山顶品第十三。我们还接着看，离长者合论最后的一段，最后一段上一次，提过，但是没能细讲。我们从善财童子这个地方念起。善财童子于妙峰山得意念诸佛智慧光明门，童子为故。妙峰山就是须弥山，须弥是印度话梵文音译的，意思是妙高，所以妙峰山呢就是须弥山，这个中医意义。他在这个地方呢参访德云比丘，八十华严里面叫德云，四十华严里面叫吉祥云。你看同样一个梵本原文，两个人翻的名字就不一样，名字虽然不一样，意思完全一样。德就是吉祥，吉祥就是德，所以一个人翻作德云，一个翻作吉祥云。那么吉祥云比丘，这是出家的出家比丘，他传授善财童子的法门叫做意念诸佛智慧光明门。我们要特别注意意念，念佛了。这诸佛是谁呢？给诸位说，诸佛就是阿弥陀佛。我们怎么知道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呢？诸位去念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你就明白了。《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诸佛，藕益大师说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诸佛。
我们听了有没有疑惑呢？啊，初学的人当然有疑惑。啊，我最初刚学佛的时候，看这个也看不懂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啊，在佛法里面熏修，几十年了，啊，这豁然大悟啊！啊，你从阿弥陀佛这个名义上去看，那就是诸佛，那一点不假了。啊，阿是什么呀？阿是无，翻成中国是无，弥陀翻作中国意思是量。你看看这个名词啊，那个佛翻作觉，翻成中国地是觉，所以完全照中国话来翻的是无量觉啊，觉是这是觉就成佛嘛，大觉世尊嘛，啊，无量觉那不就是无量诸佛吗？名号的意思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都念到了。你细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通称、通名。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一尊佛了，他就叫阿弥陀佛。啊，你在极乐世界指他一个人可以，你在极乐世界指一切诸佛也行。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是华严教义啊，一多不二啊，妙极了。啊，所以这个是意念，就是念佛法门，啊，念佛智慧光明门。那么善财童子参访，这个啊，德云比丘给他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啊，就代表。一切诸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教化众生所说的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归纳为21类啊，21是表法的，密宗里面表法啊，21是表圆满啊，密宗通常用16啊，用21代表圆满啊，大圆满的智慧光明门呐！啊，这个意思在平常呢，遇不到这个经文呢，就没有机会讲啊。所以念佛法门呢，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6方佛赞叹，那么再看看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庄法师译的是质疑，鸠摩罗什大师译的是意义啊，他是以意思，没有照原文，就是阿弥陀经的意思，他是用中国的这个文法说出来，所以中国人念起来像念自己的文章一样啊，不会觉得格格不入。那玄奘大师的本子呢，我们念起来就感觉到好像从外国文翻出来的声音啊，所以他这个本子啊流通就不广啊，鸠摩罗什的这本子流通啊，非常之普遍。
玄奘的本子是十方佛，罗什的本子是六方佛，啊，罗什这简单简化了，啊，世尊当年在世讲阿弥陀经是讲十方佛，啊，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赞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了，阿弥陀佛是十方世界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的极乐世界。这个里头没有对立，没有彼此，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一多宝儿啊！啊，这才是诸佛智慧光明啊，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那么讲到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啊，我们采取的本子可能采取四十华严啊，参访吉祥云比丘会详细跟诸位介绍。那么善财证得的位置，就是此地讲的初发心、初住菩萨的位置。啊，得云比丘呢，就是初住菩萨。所以，表法的意思，他在妙峰山，啊，表法，是真理可知啊，啊，我们就以这个例做标准。我们就能够想象到了，以超前尘之际以善表之啊，啊，非要登山也啊，不是叫我们上须弥山，也不是叫善财童子真的上了须弥山，表法的啊，他确实超越了六十六尘啊，这个六尘就是六十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嘛，六十都用一个尘做代表。那六尘是外面境界，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啊，啊，吉是吉祥啊，那么吉吉祥哪里有呢？六道凡夫有啊，四圣法界没有啊，所以啊，他这是这个超越呀，这达到最高峰了，所以用妙峰山来表法啊，在山顶上表法超越了，不是要菩萨去登山啊。那么这个一超越呀，就若如来智慧呀，啊，如来智慧，如来是自信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说到佛，都是从相上讲的，啊，从色相上讲的，现象上讲，从如说如来呢，就是从性上讲的。你看看十大愿望，第一个叫我们离敬诸佛，第二就叫我们称赞如来，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离敬诸佛是从现象，所有现象
绝对没有差别，平等的礼敬。啊，那么讲称赞如来呢，这就有差别了。他的思想言行要不能跟自信相应，就不称赞。啊，如来是自信啊，跟自信相应呢，就称赞。你看，不一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说佛现象。那佛在《华严经》上前面我们读过，世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们从形象来看，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他的恭敬，都要像恭敬释迦、恭敬弥陀一样的恭敬，不能有分别心。那有分别心呢，你就不是修普贤行。啊，修普贤行的人决定没有分别心。啊，这是礼敬诸佛了。但是称赞呢不一样了。他如果搞贪嗔痴不称赞。啊，他如果讲孝悌忠信赞叹。为什么呢？孝悌忠信是心德。啊，伦常大道是心德。中国人讲的八德是心德，啊，十善是心德，啊，十恶不是心德，违背了心德，不赞叹。你看，赞叹跟恭敬就是差别，啊，称赞不能像恭敬一样，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呀。放下啊，这个前面举善财也是如此，初住菩萨也是一样啊。初住菩萨他已经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所以一入如来智慧呀。 啊诸佛如来的智慧他得到了啊，这是自性本具的。你没放下，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你要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呢，哎，那你就入进了啊。如来智慧三道门啊，这个要知道啊。啊，这三门呢，三观呢，哎，你得要破三观，哎，自性智慧才现前啊。第一关就是执着，执着要放下了，你就一入阿罗汉智慧，那不叫如来，阿罗汉智慧第一关。六道没有了，超越六道了啊。而六道在半山，没不是山顶啊，所以他不用须弥山表法啊，超越六道，啊，六道里面众生呢，比不上你呀，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再把分别放下，你一入菩萨智慧，那高一级了，啊，菩萨正等正觉。最后把妄想再放下，那就一入如来智慧，这就懂了。是很清楚的 啊，所以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如来智慧？有啊，那如来是自性啊，你有自性啊，你有本性啊，啊，在大乘教里面说法性、佛性，你通通都有啊，你具足啊，啊，法性、佛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说出四个名词。一个心啊，一个得了，四个全得到了啊，没有别的，佛就是教我们放下啊，教我们要舍
啊，明白这个道理，欢欢喜喜放下。那入佛智慧了，那就跟慧能大师一样了。啊，我们要问慧能大师得到的是什么？他所得到的，我们今天讲吧，宇宙的全体。没有一丝毫欠缺啊！他跟我们说出的现象，自信本自清净，你得到了本不生灭，得到了没有生死啊！不但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设法界里面变异生死也没有啊，佛家讲的两种生死了不可得啊。第三个讲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法，你一样都不欠缺 啊，你的智慧不欠缺，你的德行不欠缺，你的技能不欠缺啊，你的相好不欠缺，你的福报不欠缺啊，不生不灭是真的无量寿啊。后头接着又说啊，自性本不动摇，能生万法。那能生万法不是整个宇宙你就得到了吗？啊，所以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你就会认真的把自信找回来。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道，把自信找回来。我们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选一种，不能选多了，路只可以走一条，不能同时走两条啊，佛法不例外。我们今天用持名念佛，用这个方法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也就是放下啊，执着的念头才升起来了，阿弥陀佛。分别的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妄想起来了，阿弥陀佛。用一句话把这个东西统统把它扫过去。啊，当然现在我们烦恼习气很深，念这个佛号啊，除不掉。念的时候没有佛号，没有了他又起来了，我们现在这个情形呢、啊、这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它深，它有力量，我们这个佛号很浅薄，刚刚学来的，抵不过它啊，那怎么办呢？天天念啊，认真努力去念，念个三年五年，哎，往下分别就少了，念个十年八年，哎，功夫得力了。啊，得力的时候什么现象呢？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啊，也就是说，顺境啊，遇到了，你不会起贪心，若无其事，啊，一笑了之。逆境现前呢，不生嗔恚，也一笑了之。啊，尤其常常受大乘经教的熏陶，你对于诸法实相啊，逐渐逐渐肯定的承认的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呢？万法皆空啊，真的是了不可得啊，所以顺境没什么好喜欢的，
逆境啊，也不必悲伤。啊，虽然如此，可是我们现在啊，跟六道众生同光合尘，啊，所以我们也随顺他，啊，凡夫看到顺境欢喜，哎，我们也表示欢喜的样子。啊，逆境他表示忧愁，啊，我们也忧愁的样子。啊，为什么？你没这个表示，这个人石头人，是铁质铁石心肠，麻木不仁。啊，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哎，他们是真的动感情，你是在戏台上表演。哎，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跟凡人不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这样入如来智慧了。下面呢，于众中堪为主导故，这句话要紧啊，你现在智慧开了，见性了，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怎么样呢？你在大众当中，这个大众是十法界啊，在十法界里面呢，看是有能力，你有能力主导。带领十法界的众生回归自信，他们迷了自信了，你现在要为他做主啊，你现在要为他们做导师啊。啊，这不说明白吗？你应该以佛菩萨的身份去教化众生啊，明心见性之后就干这个事情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先啊见性了，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这起坐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直教到圆寂啊，教了49年了啊，这就是于众中堪为主导故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世间我们也可以说十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里面这个政治组织没有了，六凡有啊，天上有天王啊，四圣法界里没听说什么王的，没有啊，那是平等法界啊，不需要有人来管理的，来统治的，没有啊，那个里面四圣法界以上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也没有王，极乐世界没听说哪个做国王，那个里头只有老师，只有学生，老师是佛，学生是菩萨啊，程度低一点的是阿罗汉啊，华藏世界如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老师导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导师，这个要懂啊，六道里头有王啊，但是六道里面呢，无色界天没有王，无色界天他这身体都没有，他哪来什么统治，没有了，所以无色界是灵界啊，我们讲灵魂的世界，没有物质啊，色界有王啊，你看色界四禅天的天顶摩西首罗天王啊，这个是色界以下的这最高的统治者了啊，大梵天王是粗禅天的王啊，所以他们都还有这个有统治者啊，六道这个可以说无色界以上就没有统治者了
啊，非要为帝师也，不是叫你到陶立谦去做王去，不是的，啊，是要你在里面做老师，啊，于众中堪为主导故，这个重要，啊，这是老师，啊，你要去教化众生，不是叫你去做统治者，啊，你要去做统治者，你迷了，啊，释迦牟尼佛不迷啊。舍弃王位 不去做统治者，做老师 所以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到什么地方教化众生，这个地方 众生人懂得孝顺父母，他一定懂得尊师重道，这个就是可教啊，孺子可教啊。那这个地方是，如果是不知道孝顺父母，他肯定不知道尊师重道，你想教他，他不会接受，那这叫无缘之。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在古代确实中国人最重视孝养父母，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啊，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发扬光大了啊，中国佛教的成就远远超过佛教的发源地啊，印度啊，超过太多了啊，这什么原因？这个地方的风水好，风水好就是这个地方啊，从小就教，教人孝顺父母，孝亲尊师，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基本的教育，到底在这个地方。这个经题的部分呢，到这个地方就讲圆满了。下面呢，第三大段舍文，让我们来解释经文的，解释经文。这个第三舍文是立章者的，立章者的这个三段。这上面第四舍文，这个四呢是清凉大师的，清凉大师分四段啊，第四段舍文。这个第三段舍文的时候是立章者的，我们在那看着三舍文，又看着四舍文，这就清楚了啊。那么我看讲到舍文呢，这个道佩大师，因为这个转要是道佩法师做的他就用清凉的解释经文，就不用章者的了，就用清凉的了我们看清凉大师素朝。说此会六品，这一会是第三会这第三会我们要清楚那么第三会有六品经分为二份，这个六品经可以分为两大类两大类。初二品，这是第一类是这个就是深须弥山顶品这是第一品。那么第二呢，须弥山寂赞品是不是？这两品呢是一个单元，后面四品呢是第二个单元这就是分为两分这个两品它的它用了一个标题说明这两品的经文大意，方便法起就第三会的方便法起。后四品呢当会正说
那么这是六品经。下面跟我说明说前中粗枝一品，啊，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啊，深须弥山定品，啊，这一品，唯是有智，啊，这品经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发起的因缘，啊，这一品给你说明，啊，这是什么原因发起这一会，啊，发起这一会。是记赞一品呢，这是第二品，亦有两经，啊，这一品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是方便，啊，一时方便，为前品化竹伏击，啊，这个前品就是第一品，深须弥山顶品。化主是佛，啊，佛是教主，啊，他到达这个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生，啊，主是老师，啊，老师我们讲是或者是到达学校，那学校是教化学生的场所吗？啊，化竹啊，到达教化众生的场所啊，所以这是方便，嗯，啊，后品呢是祝福祝化赞佛，那是须弥山顶记赞品啊，第二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大菩萨啊，这个十大菩萨就是十住菩萨啊，从初住到十住这一会嘛，哎，这十大菩萨了赞佛啊，以寄送赞佛啊，祝福教学啊，所以老师在教学啊，一定会选在我们从过去在学校念书，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从前在新店小学同班同学啊，成绩特别好的老师总是找那么两三个啊，等于说当助教啊，老师讲完有什么不同不清楚的就问他啊，他听懂了，他知道，哎，问他啊，他讲错了老师纠正啊，帮助老师教学啊，那么在大学里面设的有助教啊，我们念小学的时候老师把优秀的学生挑出来啊，当助教。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护持。所以这个和平里面的时候啊，有这个助啊，里面一个是助教学，一个是护持，鸿鹄一体呀、啊。啊，这里面讲主办原备呀、啊。主是教学的人啊，办里面有学生还有一些职员啊，像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们有很多的工作的职员，也有很多的义工啊，职员义工啊通通都要包括啊，都要圆满具备，这个教学才能办得好啊，如果只有学生啊，没有照顾的人很困难，那老师没法子教啊，那么只有这些服务的照顾的人，没有老师也没人上课也不行啊，所以一定要
主办圆满具备，方言法鼓啊，这才能表演正法了。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那我们想一想，佛菩萨的教室在哪里呀、啊？佛菩萨教室就是社会，我们今天讲社会，没有一定的教室，特别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他人在哪里，教室就在哪里。那在旷野，教室就在旷野；在山林，教室就在山林；在河边，教室就在河边。啊，在皇宫，教室就在皇宫。国王请他到宫廷里面去教学。啊，在居士长者的精舍，哎，那他教学就在精舍，没有定处啊。啊，所以《华严经》啊，七处九会也。啊，那离长者的后人说，十处十会。啊，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的。啊，我们前面读过，第一会是在菩提场，菩提树下。啊，这个第二会呢，在普光明殿。第三会呀，这一会。在陶立天宫，啊，华严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的，啊，但是你要晓得，是表法，啊，不是叫你真的去深登须弥山，啊，这个意思前面说过，这是一个意思，啊，是方便的意思。第二呢，是所依，啊。这个依，我们讲依靠啊，依据啊，啊，为三天说法了，各有几赞的，于心三现，啊，这个三天，现在我们看到是第一个陶立天，在下面第四会呢，夜摩天。啊，再下去第五会呢，斗率天。啊，这个三天。啊，这佛在这个三天说法，都有记载。啊，菩萨天人都有记载。于显三贤呢，皆依佛智，这个把所依啊说出来了。啊，说出。实行社会相多依佛智，你看这个地方没有讲如来智慧，实际上还是如来智慧。为什么要是佛智呢？教化众生呢，为众生做榜样。啊，学生确实开悟了。啊，你像慧能大师，他真开悟，他真成佛了。他如果要是以自己的所悟的境界来说法来教人，别人不服。啊，要别人不知道他开悟，所以他还是要用释迦牟尼佛这些经教。啊，依照这个经教教讲得很透彻，哎呀，别人真真佩服。他要依佛智，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老师培训学生，为什么对老师学生限制那么严？啊，学生智慧开了，确实他有很好的意思能说出来，
抑制他，不准讲，要依老师的。啊，这为什么？你处处善门，初学，啊，虽有好的，大众不服啊，啊，而且又怕什么？怕初学的人养成傲慢，这一有傲慢，那就完了，就大幅度就退转了。不是退转就变邪了，就偏差了，偏差就走到旁门左道了，啊，很容易啊，所以说要依佛制啊，慢慢的到你是到你啊，讲的时间久了啊，你像我这个依李老师十年啊，十年守住他的教诲，人相信嘛啊，走到哪个地方去，净空法师你跟谁学的？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哦，大家一听李老师啊，都很尊重很敬佩，那他也就佩服你了，那就这么道理啊！啊，如果我是我没有我无师自通啊，那便是你狂妄啊，谁听你的？这个道理，这是人情世故啊！啊，养自己是韬光养晦啊，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那老师当年教我们啊，在家里教我，讲经在家里不能出去了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去呢？他给我限定的40岁，我跟李老师是31岁啊，40岁才可以出门啊。为什么呢？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怕你定力不够啊，你会被外面这个花花世界迷惑了啊！如果还讲得不错，人家这一赞叹一奉承，你就把你毁掉了啊！名闻利养一现前，你就挡不住了，你会起心动念的啊！40以后你成熟了啊，你才可以离开老师到外面去讲啊。这个我都遵守老师啊，我确确实实40岁才离开他了啊，才到外面讲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40、50都靠不住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从前旧社会啊，那个诱惑少啊啊，诱惑的力量不强啊，现在这个诱惑力量比从前啊，不要说多，我们学佛那个时候50年前半个世纪啊，超出100倍都不止。所以今天人的成就那种定力耐心要超过我们当年100倍，你才能成就，否则的话的时候你必然会淘汰。所以今天学的时候淘汰的一点都不稀奇啊啊，发弱磨强啊！你哪有这个能力 啊？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们自己经验，一生不离开经教啊，天天读经，亲近佛菩萨，佛经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天天讲经，
讲经是劝别人，更重要的是劝自己。啊，劝别人是其次，劝自己是第一。啊，如果讲给别人听，自己做不到，生不生惭愧心？要不生惭愧心，那就麻木不仁了，那已经走上魔道了。啊，那就不是佛弟子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看，三贤菩萨皆依佛智。你看看，到什么时候才叫自立了？登地呀，啊！这就说明了，三贤都不能离开佛。啊，有差别过。啊，后面说，立如来智，无自体故。都为方便甚宜赞此啊。那么我们依佛智，佛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你常常读诵大乘，把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啊，这就是，这就是一般人讲的开悟了。啊，这种开悟的方法叫声闻。啊，听佛讲经。啊，读诵佛的经典。啊，从这个地方，这确实对于中下根性的人，这个方法妙极了。特别是娑婆世界众生，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个地方的人眼根耳根很利啊，他会看，他会听啊，看了听了他会觉悟啊。这是方便，方便就是讲一佛智。那么再看底下，说形象两会同此可攀啊，形是实心，相是实会相啊。这两会呢，这个段落跟这个相仿佛啊，这是把这个这一回六品经的大意介绍下来，下面就正式介绍啊这一品了啊。经初一品啊，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一品，深须弥山顶品，就是这一品，长分十段。这个里面的经文分为十大段，这个十段呢，这列出来了。第一段，本慧起现；第二段呢，是不离其身；第三段呢，各见佛来；第四段，各言点座；第五段是借来请佛啊，着重那个借。第六段呢，具实入殿啊，这个殿就是讲堂啊，同时都入讲堂了。第七是乐音并持啊，讲堂里面有音乐啊啊，老师进来啊，这个音乐停止了啊，老师开始讲经了，教学了。第八段呢，过念息音啊，这个
念过去世的因缘。第九段呢，同赞如来。第十段呢，电界广播严禁也。啊，这讲到广大广播庄严清净啊，经粗啊。那么下面这个经文，这是第一段啊，十段里面的第一段。清凉抄里面告诉我们，是十段课中啊，戒有戒居其等言者啊，像我刚才看到，你看戒来请佛，居时如电啊，各念习音啊，戒光啊，同赞啊，那个同啊，戒它有这些字等。这个里头含的意思，周法界故啊，他们的境界遍法界虚空界啊。为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了，因为他起心动念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是遍法界吗？起心动念就不能遍啊，就无法普遍。不起心不动念，你这个心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心变，智就变，德就变，能就变啊，真的是周遍法界。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很可怜啊，这个可怜不是别人给我们，是我们自作自受，我们妄想分别之处啊，让我们的智慧也得能啊，相好都局限在一点点小范围啊，不能够广博严谨，做不到啊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千经万论，苦口婆心叮咛，没别的，放下跟你讲真话了，你不知道放下那个书生的啊。我们讲个现实的啊，这是人最爱听的。你要得财富，放下财，放下财，你得的是遍法界虚空界的财富啊。从哪里得的？你自信本有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你自信本来是这样的，你能放下，你得无量智慧，你能放下相好，你得无量相好啊。我们现在得到这一点的是狠狠的执着，说就是不肯放，那么你得到就这一点，这一点还很容易失掉，患得患失。为什么是会失掉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所以你不知道啊。啊，真的有没有？有，自信是真的。啊，永远不会失掉。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啊，这个第一段是本慧起心，而是如来威神列故，十方一切世界，一一四天下，也复体中，悉见如来坐于树下，各有菩萨成佛神理而言说法，弥补自位恒对于佛啊。这段经文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要特别注意的，二十是这个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有说明，即前二回时主办其变的言前二回之法，清凉大师把全部华严经分为四个大单元啊，这个四个大单元呢，我们为了好记起见的，用四个简单的字，叫信、解、行、证。你能认识这四个字，你就晓得这部《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华严经》对我们的重要性就明白了。啊，他这个四大段，第一段，举古劝要生信分，第一大段里面初会它只有一会啊，九会里头它只有一会，这一回是，这一回讲果报。毗卢遮那佛一真庄严啊，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明修仙成佛的果报啊，让你看到之后啊，你才会羡慕啊！啊，古大德常讲的。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呀！啊，所以举果报啊，劝你啊，要是好药啊，你喜欢啊，从这个地方生信。那么第二分呢，啊，这个是初会在菩提掌啊，也有六品经啊，这我们都学过了啊，这个世竹妙严品、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你看都讲果报啊。啊，讲这宇宙怎么来的啊？啊，这华藏世界的无比殊胜的庄严，全都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啊，华藏世界是你能生万法了。那么第二会呢，是在普光明殿啊，能信成德分，那这个二会是修因弃果生解分啊，这有二会到七会，这个这一分的时候经很长啊，从第二会到七会啊，
那么第二回是普光明殿，啊，能心成德，文殊菩萨是慧主，啊，那我们现在到第三回了，第三回是逃离天宫，出现十住分，法会菩萨为慧主，啊，就我们现在是。第二，这个第二分里面的第三会，啊，这是这前二会呀、啊，你就懂得了啊。前二会，主办其变，主是佛，办是菩萨，啊，其是一个都不漏，其变这个字是普遍的变。主办其变，啊，普遍的变，啊，变法界虚空界，哎、啊，对，这个变就对了。言前二会也，啊，这个是实现，言是实现，啊，实现前面两会之法。我们看这一边的这个现在看经文里头略略的解释一下，二十就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啊，如来威神列故啊，这个如来是毗卢遮那如来啊，我们这个华严三圣啊当中这个毗卢遮那如来啊，威神列故啊，十方一切世界，夜夜四天下阎浮提中、这是在这个经在我们人间讲的，所以特别把这个地点指出来啊。十方世界就是变法界虚空界里头所有的世界啊，每一个世界都有夜思天下阎浮提中，阎浮提这个提、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球啊，地球啊。那么在佛里面讲周啊，他把宇宙空间比作大海啊，大海里面好像有个小周啊，小小岛一样，是这个意思啊。阎浮是庶民，那么这一周呢，这个数很多啊，阎浮数很多，所以就用它了做代表啊。那么因为这个阎浮提舟啊，一四天下了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这一四天下照黄念祖老居士讲呢，就是一个银河系啊，在这个银河系的南面啊，那南面的星球就很多很多啊，特别指阎浮提舟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啊，在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的众生啊，实在说的是他是讲十方一切世界啊，夜夜四天下阎浮提中，这个很不好懂，很不好讲啊，都见到如来坐于树下啊，这个树下就我们常讲的菩提树下啊，各有菩萨成佛神力而言说法啊。那我们晓得
菩萨很多，听众很多，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啊，一个菩萨就是一位教授，带着许多学生开无量的法门啊，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一个人的讲堂啊，你就去跟哪个教授啊。那么这些菩萨，这里重要的是成佛神力，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个成是四成啊，啊，换一句话说，都把佛说的来演绎啊。啊，菩萨说经，经是佛说的啊，解释呢是佛说，菩萨说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看的《华严经》疏钞啊，经是佛说的，疏钞呢，疏是解释经的啊，钞呢，钞又是解释疏的，也就是这个疏啊是经的注解，钞呢是注解的注解啊，怕你听不清楚啊，那注解还听不清楚啊，那注解再详细的讲解就变成注解的注解，这叫疏。那疏还需要讲解了，就变成演绎啊。所以华严经确实有疏钞，有演绎啊。那我们过去讲过阿弥陀经、疏钞、演绎啊，疏跟钞都是莲池大师做的啊，解释弥陀经啊，演绎呢是他学生做的，学生听老师讲疏钞啊，把那个讲义编成出来说叫做演绎，所以合起来弥陀经、疏钞、演绎啊，这些我们过去就是依疏钞讲义把弥陀经讲了一遍啊，讲了多少时间呢？我记得好像是330多次，一次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的设备，录音带啊，330多个，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了啊，1年360多天，我们用了330多次啊。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弘法啊，就把弥陀经这一套的录音带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从那个大圆盘的录音带啊转变成卡式的啊，那时候卡式袋子刚刚兴起啊，就是一盘一盘小袋子啊，摆在讲台上啊，一个袋子90分钟啊。为什么把这个摆在这呢？美国人瞧不起净土，他们学禅啊，所以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讲六祖坛经大义，讲永嘉禅宗集大义，都讲禅的，那表示是我对禅也不外行啊，啊也能讲啊，哎，你们来听听啊，啊，到最后禅归净土啊，你看看这一本弥陀经，大家看得很薄啊，我讲了一年。一天一个半钟点，我讲了一年，他就呆了啊，就是不敢轻视净土了啊。所以没有这部经啊，那到美国讲净土呢太难太难了
啊，在美国的时候，禅很风行，还有密，啊，密主要是藏密，跟这个日本的东密，啊，在美国很兴盛。真正成就啊，除念佛之外没别的法子啊。啊，我们再看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第二段说，何须举此呢？欲命前会不散的，成后会故，后必得前，或成法界无碍会中，夜夜诸会无休息故，后后诸会皆同时故，若散前会皆无后会故。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好比我们教学啊，你招来初学的一些学生啊，这是一年级啊，你带他到明年升到二年级了，进到二年级还是这些学生啊，初会带上来的还是这些学生，不是到第二会又是第一回没有了，第二回新招来的，不是的。这不就变成是现在属于一条龙的学校吗？啊，从初会二岁，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步一步带，一直带到你的研究生。佛是这么教法的啊。啊，那新招生，那另外那一半在新招生。啊，这一个老师就永远带着一批学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你看长随中方等时候就是他们。啊，阿含时候是他们，方等也是他们，般若也是他们。到法华涅槃还是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前会不散才成后会啊。啊，所以后会一定跟前会是一不是二啊，一定要在前面，或成法界无碍会。这句话就非常非常不好懂了。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先大家有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细谈。啊，若散前会，即无后会故，所以唯越觉殊会者啊，觉殊就是菩这个菩提场这一会，此为本故啊，得佛处故啊，佛在这里开悟的啊，离舍第二啊，这个第二是第二会啊，第二会什么呢？跟初会靠得最近的啊，一同识辨。这下面说了，若同识辨呢，何有九会前后呢？若有前后啊，何名同识呢？啊，这是我们一定要问的。下面清凉大师说出来了，应允。啊，应该说
即体即用之体，同时顿变。即体之用啊，不坏前后，犹如一物。这个印，中国人很清楚啊，中国人的文件上都要用印，印上有很多字，你看一盖上同时显现的，它没有一前后啊，那写字是有前后啊，你印上去没有前后啊，像我们这个金本印刷品啊，印出来它没有前后，那就像英文一样啊。那么佛的这个法会呀，啊，依法如是啊，这个道理真的是很深啊，非常难得。现代的科学家啊，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啊。有个同学送了几份资料给我看，我是在这些资料里头借选几个小段啊，跟大家来分享，可以理解经书的意思啊，这个意趣啊，可以能够理解。第一篇啊，这个我这里页数是第三页啊。客观现实是否存在？宇宙是一个幻象啊，这科学家认识的啊，跟华严里面讲的哎有异曲同工的味道。他是1982年，距离我们现在不算远，巴黎大学物理学家了所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20世纪最重要的实验啊，这个实验报告很详细啊，那我们的时间有限，把最重要的部分啊我们再提出来，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次原子的粒子们，例如电子，同时向反方向发射后，在运动时能够做到彼此互通讯息，不管彼此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不管他们是相隔10尺或10万万里啊，这么远，他们似乎总是知道相对一方的运动方式，在一方被影响而改变方向时，双方会同时改变方向啊，超过了光速就等于是能够打破时间界限。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相信，啊，这个物理学家名叫大卫，啊，他相信啊，阿斯帕凯特的发现，是意味着客观现实并不存在。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
重要。尽管宇宙看起来啊，好像是很具体很坚实的，其实宇宙只是一个幻想，是一个巨大而细节丰富的全像摄影相片。他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实在讲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用万花筒就好像个巨大的万花筒啊，千变万化，它没有时间的，它没有空间的啊。宇宙啊，真的，这些佛法讲的是诸法实相啊啊。那么他举这个叫全像摄影相片，大概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啊。什么是全像摄影相片？全像摄影相片呢，是靠镭射做出一种三度空间立体摄影的相片。那么要制作一张全像摄影的相片，物体首先呢要用一道镭射光束照射，然后第二道镭射光束与第一道光束的反射产生扰射的图案，就是两道光束交界的地区被记录在底片上。那么全像相片的每一个小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资料啊，全像相片整体包含于部分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了解组织与秩序。啊，这个薄膜建立一种啊，就另一种用来了解啊，这个科学家了阿斯巴克的发现的解释啊，他相信次原子，次原子的粒子能彼此保持联系，不管他们之间的距离多远啊。实在讲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距离了啊，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了啊，因为他们的分离是一种幻象，在现实的某种较深的层次当中，粒子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某种更基本相同来源的实际延伸。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常常给我们讲的诸法实相。确实科学家这一些的讯息让我们对华严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很难体会的变成比较容易理解啊，这是科学的发现啊。那么科学家发现他能不能契入境界呢？不能。为什么？分别执着被放下啊，他仅仅靠科学仪器观察，哎，有这么奇奇怪怪的现象出来，哎，他也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的，这他不知道啊。那么佛法
说明宇宙真相跟科学是同一个目标，但是不同方法。那科学是靠精密仪器观察，啊，高深的数学来推算。啊，佛法呢，则是用禅定，啊，是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执着，在楞严经上讲，是第九个层次的禅定，叫九次谛定。啊，那么你要是有这种定功了，你对于六道轮回里面的现象啊，真的如观掌中阿波罗果，你完全了解了啊，这是一个小范围啊，突破这个范围呢，那是设法界啊，设法界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放下。啊，妄想分别放下了，啊，分别真的放下了，妄想还没有放下。你能突破设法界的空间维持，啊，这范围就大了。如果再把妄想真的放下了，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了。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你所看到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没有边际的啊，这是什么呢？是法性啊，法性里面所有的现象啊，那就是能生万法啊，这些万法呢，这万不是真的，就跟这些科学家所讲的一样啊，一切法里面找不到大小啊，所以大的是这变法界虚空界，小的是什么？一微尘，一微尘里头居然有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不就跟人家此地全息照片一样的道理吗？他说他这个照片就是三度空间的这种照片啊，用激光照成的照片，啊，一张大照片，啊，比如说一个人像，你把这个相片撕成两半，你去看，没了，还是一个人像，完整的。啊，你把它剪成一百分，在一百分之一看，还是个人像，还是完整的。这很奇妙啊！啊，分得再小就看，还是完整的。跟佛法讲这个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啊，以前我们在一般经上听的时候啊，芥子那须弥啊，芥菜子里面有须弥山，芥菜子没放大，须弥山没放，没缩小，居然芥菜籽里面有须弥山，完整的，不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吗？啊，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现象都是虚幻的，它不是真的。啊，这个不是给《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先前的，你六根所接触到的，你能见、能闻、能知、能觉，不是真的；你所闻、所觉、所知，也不是真的。
告诉你都不可得，不可得，你在这打妄想要得到，你不要自找苦吃吗？所以你要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起妄想一念，动着一念，幻象现前啊。所以经常告诉我们，迷为一念呐、啊，啊，这个迷什么？就现象。啊，讲的详细一点，是佛经里面的法相，法相六经十一论，啊，华严是法相的六经之一。啊，一动念呢，变法界、虚空界的相就现前了。啊，有念就有啊，没有念呢，没有念是常寂光净土。啊，佛法里的名相名词啊，叫大光明藏，什么也没有，一片光明。那是无念的时候，啊，那是自信，在没有起心动念那个状态，一有心动，一起心动念，变成什么？十报庄严土。我们现在知道懂得了。啊，本来常寂光土啊，就变成十报庄严土，啊，就起心动念变说，啊，如果再有分别呢，再有分别就变成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再有执着呢，执着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凡圣同居土，很妙啊！啊，不管能变所变，你要晓得，不要当真，全假的。啊，去真正通达明了了，要不要放下？要啊，放下好，应该放下了，不应该执着啊。啊，所以放下，你回归自信。啊，你看佛说的多好，放下执着，你证阿罗汉果，你得正觉。放下分别呢，你得正等正觉，你成菩萨了。啊，放下妄想，妄想就不起心不动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啊，那现前什么境界呢？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在现在啊。哎，你只要放下妄想分别，就是啊。啊，六道也在现前呢、啊。天台大师讲得好啊，啊，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传记里面有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佛应以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啊，那么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他说六即佛，啊，他说四徒就在一起，啊，他讲百界亲如，啊，佛讲十法界了，他讲每一个法界里头都居住十法界，那就变成一百界了，啊，每一界都有是如是，啊，一百界就是亲如了，讲百界亲如，啊，那我们现在在人间，人间有没有地狱？有。人间有地狱，人间有恶鬼，人间有畜生，人间有欲界天，人间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人间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统统有啊。
啊，释迦佛当年出世的时候，人间佛啊，啊，弟子当中诸大菩萨，人间菩萨了，人间罗汉呐，啊，上品十善的人间天人呐，中品十善的人道啊，人中之人呐，啊，下品十善的人间的修罗罗刹，贪心非常重的。贪心吝啬人间的恶鬼啊，嗔恨非常重的，嫉妒非常重的，那人间地狱啊，愚痴啊，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的人间出生啊，啊，你只要放下一切执着对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不执着，我们现前设法这个设法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你就晓得天台大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全息的理论这也是一篇报告，我们摘要这一点点。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啊，就是，阿斯巴格特，实验首次证实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的定律被打破了。啊，因为爱因斯坦说光速是永恒不变的啊，没有能再超过它的啊，那么结果阿斯巴格特他做的实验呢证实有比光速更快的速度啊，所以超光速是存在的啊，所以科学家的发现往往底下一个科学家就把它推翻了啊，现在科学家发现呢他不敢说他是永恒啊，后来会有人把它推翻啊，物理学家大卫啊是现代全息理论之父啊，全息就是比如一张照片里面呢有个人像，如果把这张照片切成两半，从任何一半中我们都能看到原先完整的人像，那么这样的照片就叫做全息照片。全息论的核心思想是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着整体，任何一部分呢都包含整体的信息，这个跟佛法说的完全一样啊！啊，佛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体啊，你要是成佛了，你就真的整个宇宙是自己啊，设法界这一真庄严还是自己啊，一切诸佛如来是自己的性德，这个早年讲经我们都常说啊，一切菩萨声闻是我们的修德，性修不二啊！啊，我们今天迷了啊，就好像人是一个整体。我常常用这做比喻。啊，那我们每个细胞呢，这是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细胞有同样
全心都知道。啊，它里头含着有整个是这个全体的讯息，不能分割。迷恋的时候不承认的，啊，不承认其他的细胞是自己，就对立了。啊，这违背了自信。啊，你承认肯定，啊，确实是一体，这是随顺自信。啊，随顺自信的时候，身心和谐，你跟一切人和谐，跟天地万物和谐，跟整个宇宙和谐。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看地狱众生，他在那里受苦，啊，他跟我们是一体，他为什么受苦呢？那业报啊，他自己做错了，他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去把那个他这个罪业把它报掉。那所以地狱是不是好事情？好啊，自己变现的，自己变自己受啊，自己洗啊，啊，洗干净就没了。啊，天堂是善的果报。啊，你做的些功德是，那你应该去享受啊。啊，没有人主宰。没有人在支配，没有人在强制，完全是自作自受啊！所以受苦受难不可以怨天尤人啊！你懂得这个道理，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啊，这个物质环境、人事环境，你的心都是清净的啊，都是一尘不染。你的意都是真诚的，这叫真落，这叫极落啊！全解理论底下还有一段啊，我们借取了一段隐之学啊，只需使自信的德行。是性的，必须被扩展到一个高维现实，这个高维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真谛。啊，那么这是科学家他说的，他说其包含整个具有全部的场和粒子的整体宇宙。啊，那么科学家不承认有物质存在，他说只有场。啊，场是什么呢？场是能量。啊，粒子已经是物质了，场变成了物质了。啊，这叫基本粒子。啊，整体的宇宙。于是我们必须说，全运动在高维空间中，卷入与展出，其维数啊，实际上是无限的。啊，这是科学家上的，啊，这个空间维次是无限量的。宇宙真空的高维隐之虚，被激发而展开，和投影为三维物质世界的显之虚，啊，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叫隐之虚，这是心得了。啊，在佛经，佛常常讲法而如是啊。啊，而这种物质显之虚又不断的卷入为宇宙真空的隐之虚。在佛经上讲的隐显不二，哎，被他们发现出来，这不容易，真的是隐显不二。那在什么时候完全隐的呢？变成隐没有显的呢？我们晓得，
长极广净土，完全没有。啊，只要一念不绝，哎，现象就出来了，闲之虚就出来了。啊，淫闲是一，不是二，所以自信呢，虽然也，它里面具足万法了。啊，本自具足啊，一丝毫不欠缺。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这个诸位要想想能懂。啊，譬如一个人来投胎，这我们晓得父精母血。啊，精子犹如跟卵子结合的时候，啊，十个月之后变成一个人，变成人的时候，你看到有眼耳鼻舌，那就闲了。那个时候你能看到有眼耳鼻舌吗？看不到，没有啊。啊，有没有？他真有，他没有，他怎么会变成有？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奇妙的一个身体？那个结构就像个机器一样，啊，它一丝毫没有欠缺。啊，你在精子卵子上，那就阴。啊，它通通去足，一点都不缺。啊，它有遇到缘的时候，它显现出来的时候，你才看到显之虚。啊，我们人这些这个器官细胞。你看它的运作正常，它有秩序啊，它不乱啊。啊，人小宇宙，啊，外面这个境界大宇宙，小宇宙和大宇宙相同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在50年前我讲经就说过啊。啊，外面境界是我们小宇宙的扩大。那个大人身呢，是大宇宙的缩小啊，是相等的，不增不减啊。那么他现在正说的更微细了啊，他讲到粒子了啊，讲到长根粒子了。长根粒子就跟胚胎一样啊，这个里面有万法。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这个20个字里头讲得清楚啊。啊，淫秩序在哪里呢？就第四句讲的啊，何其自信，本不动摇的淫秩序啊。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显秩序啊。这些科学家没有读过《华严经》，很可惜啊，无缘呐、啊。他读《华严经》之后，他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所以底下说，我们由于不能理解更高维度的整体性，而误以为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人和物是独立的个体。啊，如八觉亭，啊，八觉亭是八面，这个不是十面，啊，八觉亭八面呢，都放一个镜子，一个人站在当中，那你就看到无数的人像，啊，一个动一起动，啊，啊，所以彼此动作都是假象，其实只有一个人，啊，这就告诉你，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十法界庄严就是全息的相片啊。我们今天用万花筒，不管怎么动，哎，就是那几个碎片啊，千变万化，这个很有意思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来体会这个经跟书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这次的啊，这个意思还没说清楚，没说明白，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再研究。